北京时间七月八日，国际羽联加拿大公开赛正在进行。本站公开赛升级，目前属于超级五百级别的赛事，含金量不低，所以即使远在加拿大，依旧吸引羽坛一大批名将报名参赛。国羽教练组方面安排部分主力选手参加，日本方面更是安排全部主力报名参赛，争夺积分。女单方面，国羽女单只有高仿杰一人晋级八强大名单。 女单四强席位争夺战中，国与世界冠军高坊杰迎战印度名将辛杜。高坊杰世界排名第四十五，辛杜排名第十五。双方此前交手过三次，高坊杰保持三连胜。不过每一次赢得都不轻松，而且高坊杰目前属于伤病复出，竞技状态并没有完全恢复。首局比赛，辛杜频频点杀得分，高坊杰打得有点被动。 最终，印度选手辛度以二十一十三先胜一局，次局高访杰完全崩盘，束手无策，对手一波连续得分，二十一比七轻松锁定胜局，直落两局，总比分二零零。林林峰国羽世界冠军高访杰成功晋级女单四强大名单。这样的话，非常遗憾，国羽女单遭遇全军覆没，无人晋级四强大名单。 另一场女单四强席位争夺战，世界第一山口茜出场迎战越南选手阮翠玲。阮翠玲世界排名第二十九，她很少参加国际比赛，应该是经费不足，但是她的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。上一轮比赛中击败了东道主选手李文山，不过山口茜还是技胜一筹，二十一比十四，二一十三，总比分二比零零封越南选手阮翠玲。 顺利晋级，接下来女单半决赛，世界第一山口茜迎战新度。本站公开赛国羽主力陈雨菲、何冰娇、王芷怡等人缺席，戴资颖、安喜莹也没有报名参赛。山口茜夺冠犹如探囊取物。目前，国羽女单正在海南陵水进行集训。据了解，国羽女单主教练罗毅刚表示，将利用这段时间的训练，做好积累与创新。 上半年国羽女单喜忧参半，女单具备一定的集团优势，陈雨菲、何冰娇、王芷怡、韩悦都具备八强的实力。但是若想更进一步，只能依靠陈雨菲。罗毅刚面对媒体采访表示，这就要求国羽女单不断积累，在线路、技术、步伐打下扎实的基础，同时又要进行创新。